我要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守法公民，我要让所有的执法人员要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，凡是违反宪法、违反科学，上门来要给我消杀，要杀我的宠物猫，要想把我拉到方舱，我坚决要告诉你们，宪法赋予我的权利，如果你们不执行，要强行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自卫的权利，你们上来，你们就当垫背的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先给你宣讲这些宪法和科学，如果你们依然要暴力执法，依然要违反科学，做那些没有人心和人性和没有天良的事情，那迎接你们的就是菜刀。我75岁了，我不怕死。你们这些违法的这些暴徒，你们上来吧，我找两个垫背的，告诉你们，你们愿意怎么死，我就怎么送你们上西天。凡是违法的私产民宅、暴力执法的人，迎接你的就是菜刀。我告诉你们，来一个砍一个，来一个砍一个，来一个砍一个，砍一个砍一个，划一个。